車椅子テニスの国枝慎吾さんが選手を辞める。車椅子テニスの国枝慎吾選手が22日で選手を辞めるとインターネットに書きました。国枝選手は38歳で世界ランキング1番です。テニスの4つの大きな大会とパラリンピックで優勝するゴールデンスラムという記録を持っています。国枝選手は去年ずっと勝ちたいと思っていたウィンブルドンの大会で優勝してから試合で戦うエネルギーが少なくなっていると感じていました。もう十分にやったと思っていますと書きました。国枝選手は長い間、世界で活躍していました。4つの大きな大会のシングルスでは、一番多い28回優勝しています。パラリンピックのシングルスでは、2008年と2012年、2021年の東京大会で優勝して金メダルを3つ取っています。啊，大家好！啊，大家好！啊，大家好！啊，那我们来看这一篇。哦，好，这是日本的网球国手啊，然后他要退休了的新闻。我们先看这个哈。好，Kuruma 是车子哦。哦，那我这边先讲哈。我这边先讲，就是最近放榜嘛，哦，那。哎，还有好几个学生的心得还没做哈。那有一个学生说，他都有看我的这个简单新闻，他是考 N4 的哦，就要考160几，已经快170了，哎，那分数快要170。哦，那还有一个 N5 的，他也有看哈，他是考150几哦。所以这个那为什么看简单？因为简单新闻他们看很多篇的话，对那个拉长度很有用的，那个单字跟文法的量都会增加蛮多的哦。所以如果你要考 N4 的人哈，你如果已经在外面补习了，还是在外面上日文系什么的，那你如果可以再看这个的话，哦，补充你的阅读跟单字量的话，哦，对考试是很加分的哦。那你这些看多的话，N3 也是考得到啦。哦，那我们看这边哈，哦，好，我们看一下，好，Kuruma 是车子，那你家这个椅丝是椅子，哦，那他不太喜欢字，那 Kuruma 椅丝是什么？就是轮椅哦，轮椅，哦，轮椅叫 Kuruma 椅丝。哦，好，后面 tennis 是网球，哦，所以他是那个残障奥运，哦，残障那个运动员，他是坐轮椅的，坐轮椅打网球的，哦的那个网球选手，哦，然后 Kuneda Shingo 哦，这是他的名字哈，他的名字叫做，好，国的话念 Kuni 哦，那个数字念 Eda 哦，所以是 Kuneda，他的名字叫他的姓叫做国之。就是一个信狗哦，叫国之圣吾哦，是日本非常有名的运动选手。好，那我们说加赏的话是尊敬这个人哦，就什么哥哦，什么姐的那个意思，也可以翻先生小姐。那嘎是强调对象是这个叫做国之圣吾的这个轮椅的网球选手。真修哦，亚美鲁哦，那个亚美鲁是这个就。不要，亚美鲁就不要嘛。那不要做选手是什么？就退休啦。先修亚美鲁就是退休，嗯，就是，嗯，写一下，就是引退。哦，引退就是退休哈，写一下，引退就是退休。哦，所以他年纪到了哈，所以他说他要退休，因为生命，哦，那个运动员的这个职业生涯的这个岁数，大概30几岁、40几岁就要退休了。好，那往下看，Kuruma 哦，Kuruma is tennis no
这个网球轮椅选手 Kunieda Shingo 选手哈，就是国之圣武选手。刚是想要对象是哪个？所以这个国之圣武选手，你就你你几代哈，在这个月的22号，选手亚美鲁哦，他要辞职了哈，他不做选手了，就是他要隐退了。哦，那偷是指前面，后面是，我们看一下。这个文法是这样哦，偷是指前面，那后面的 kaki mashita 是写的哦，所以写的前面这个东西哈、哦，他写的前面这个东西哦，那我们看他写什么东西，他写哦 internet ni 哦，那英文比较好就知道哈，然后 internet 就是什么网路哈、哦，那 ni 是在哈、哦，所以他在网路上写的啦，可能是在他的那个。脸书还是推特哦？喂，日本用推特的蛮多的哦。那可能是在推特哦 ，Internet 在网络嘛，在他的这个他的网站上面写的哈。圣许我亚美鲁哈，我要辞职了哦。好，下一句，国枝圣许我38歳的哈。哦，那个38，那、哦、怎么念？三九哈，三十念三九，好、哦。那原本那个八念哈七，但是音变了哈、哦，所以它就念哈塞，哦，八岁念哈塞，所以是三九哈塞，哦，38岁哈、哦。OK， 三九哈塞 ，day 哈 day 是在，他在他38岁的年龄，哦。世界 ranking 是排行榜，所以他是世界排行榜是一级棒的。哦、所以他在38岁，他的世界排名是一级棒哦，一级棒就是一号还是第一哈、哦，他是排名世界第一。Tennis no yotsu no oki na taikai 哈，这个网球的哦 ，yotsu 是四个 ，oki na taikai 四个大会哈、哦，那个大会就是大赛哈、哦，所以他网球有四个大赛。好，那。OK， 我们有讲过 N 遍的哈，你有常看这个的话啊。OK， 第二个是 E 形容词 OK， 还有一个是 OK 呢、哦、你如果当 OK 呢的话是那形容词，那形容词加那加名词。哦，那很最明显还是当那形容词。所以什么网球的四个大赛 ，To 是汗 ，Paralympic 哦，好，我们比较常听到是 Olympic 哦。Olympic 就是奥运哈，你看一下 Olympic 哦 ，Olympic 是奥运。那我们把前面那个改一下，我们前面那个 O 改成 Para 哦，所以变成 Paralympic 好、哦，看一下，这个是奥运，这个是一般人的那个奥运哦。那 Paralympic 是这个残障奥运哈，残障奥运叫 Paralympic， 好写一下。那这个 day 是在哈 ，day 是在后面的优秀史路哈，好，这个优胜就是拿第一拿冠军的意思哦，所以他在这个网球的四大赛，还有奥运优秀史路，他都有拿过冠军哦，好，所以他有一个。好 ，Golden Slam 哦，好，这个 Golden 是英文比较好的同学应该听出来 ，Golden 是黄金的，黄金的，黄金什么的哈、哦。那 Golden Slam 这是一个字哈，是我们中文叫做大满贯。哦，大满贯就是他在这个运动的领域里面，他拿到这个哦这个系列的那个各什么各个那个大比赛，他都有拿过优胜，叫做大满贯。好、哦。那我来教这个字比较难查到齁，我们来教怎么查齁，我们先去日本的网站，我们把这个打出来齁，那我们打出来的时候我们给它打 A 勾，给它打英语齁，好，那这个就这个好，那这个英语出来的时候我们再回来这个 Google 齁，那 Google 它就会写齁，我们再给它打中文齁哦，中文，对，哦，然后它就是大满贯啊、哦，大满贯，
什么全满贯、年度全满贯、金满贯，哦，还是啊，哦，是他不是哈，哦，金满贯、大满贯，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哦，大满贯，尤其是网球的术语，哦，那这个网球大满贯是指哈，哦，把它放大一点哈。哦，是指在网球运动中，指一位网球选手能在所有的大满贯赛事中夺冠，包含以下四项：澳洲网球公开赛、法国网球公开赛、温布顿网球锦标赛、美国网球公开赛。如果你可以在这四大网球的四大赛都拿下来的话，你就有这个大满贯。或者叫金满贯，或者是，如果是。这个就叫大满贯，哦，那这个四个之外，哦，如果还加上奥运的金牌，就会变金满贯，哦，就是原本赢这四个就是，欸，大满贯，然后如果再加你又奥运的金牌镀金的话，你就，哦，金满贯，哦，好像是这样。不过我们好像对这个单字比较不熟，因为我们台湾人打网球的好像没有人，好像任何一大赛有拿到金牌，有拿优胜好像就没有了，是不是？我不知道，因为很少在看这个。哦，好，如果 有比较熟的同学可以在下面补充，哦，好，那我们看一下，好，那我们看完，所以这个日本选手很厉害，哦，所以他有这个 Golden Slam 大满贯、金满贯 ，Toyu 哦 ，Toyu 是这个哦 ，Toyu 是说 ，U 是说嘛，那 To 是指前面嘛，那我看到有人直接翻这个会更简单哦，所以这个大满贯的 Kidoku。的一个记录 ，modemas 哈，好，我们这个 mod 是有，哦，我们 mod 有拿 ，mod 有拿，那 mode 一路是什么？还有拥有，好，哦，那 t 一路是这个状态，长时间的状态哦 ，t 一路我们说有长时间状态嘛，所以它拥有，哦，拥有，哦，拥有，拥有这个，哦，这个大满贯的网球大满贯的记录啊，Kunieda選手啊，好，哦，说这个国之选手啊，那刮起来一句话就是，这刮起来就是他要说话哈，哦，他说话，哦 ，OK， 然后他哦，那这边是 To 是指前面，后面的 Kakimashita 是写的哈，写，哦，的，所以主持是国之选手，他在网络上应该在个人的网络上，哦，个人的部落格上面写哈，去年 ，Zutto Kachidai To Omodeta， 哦，我们看一下，好，这个。直拖是长时间的状态，一直。然后卡只是赢，那直拖卡基带是什么？我一直想要赢的哦，我唱。OK， 那你拖欧梦是我认为还是我想？那我们改成 Teiru 哦，那 Teiru 我们说有那个长时间的状态嘛？哦，我们说 Teiru 你可以翻折根的哦，那有短时间状态跟长时间状态，所以这个欧梦 Teiru 就是他一直都这么想，他想一段时间的啦。哦，他想一段时间的。哦，那我们再改成过去式，过去就是过去嘛，所以我过去想了一段时间。那这斗有一，这斗有两个意思哦，一个是一直，那这斗还有一个是程度超级大哈，这斗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一直怎么样，还有一个是程度超级大。好，哦，那我们这边应该哪一个？我们这好像两个都可以。为什么？你这斗卡基带是什么？我一直都想要赢哦，我一直都想要赢。To omodeta 啊，以前一段时啊长时间就想说，我一直都想要赢哦。OK， 哦，或者是如果这道加那个程度很大嘞，哦，程度超级大哦，我超级想要赢哦。哦，那你这边我觉得两个意思都带进去哦，那你觉得看哪个意思你觉得比较好哦？哦 ，OK， 好，所以他一直想要赢的哈，哦，那你后面动词基本体现在是过去式加后面的名词，后面的是什么 ？We。好，哦，文好，哦，然后加 n 是文文不如懂，好，哦，文不如懂，文不如懂是我们中文讲什么？文布顿哦，文布顿。然后泰凯德，好，哦，所以我在这个温布顿网球大赛 ，you show take 卡拉哈 ，you show 就是我拿冠军了哈，哦。那我们动词加 take 卡拉，这是五级的文法哈 ，take 卡拉是什么？之后哦，所以我去年哦 ，OK， 好，哦，没有。对，然后在我一直想要赢的这个温布顿网球赛哈，我拿到优胜之后就怎么样？試合一で哦，在这个比赛哦，好，戦う NNU 気が少なくなっている哦，我们看一下。好，这个
啊，这个喜爱仪式比赛，那一般日本人比较用在是运动比赛，哈，网球比赛、运动比赛嘛。那 Day 是在哈，所以在这个温布顿的这个比赛哈，我拿了优胜哦。但是怎样？好，下去塔塔卡五，塔塔卡五是战斗哦，还有那个比赛哦。塔塔卡五是战斗还是比赛？那我的这个哦，这个比赛的 Anilugi。Anilugi 都英文的那个精力啦齁。还是能源齁。所以我这个在比赛中的我要战斗的这个能源我的精力齁。我想想说他年纪大了嘛。Sukunai 是少很少的叫 Sukunai, 那你改成去一加一中的去一加不加动词，所以 Sukunakunaru 是什么变少了。齁。所以我感觉到我38岁了齁，我要他踏开舞齁，我要这个比赛的这个精力哦，我的体比赛精力是我的体力啦哦，讲白话一点就是我的体力库哦，我的这个体力，哎，好、哦，然后体力库是体力哦，变少了啊、哦，这个退路是状态哦，那鲁变退路是状态，所以我体力变少了哦，这个状态，然后拖是指前面，后面是感じていました哈，我感觉到了哦。啊，这个感じる是感觉，那后面加テル是状态，状态是整个人所感觉到了。哦，所以我感觉到了我的，哦，我这个比赛的体力变少了哈、哦。所以 more 是什么？已经九分是什么？充分的。哦，那你九分呢？它加，哦，它变成它原本两个汉字是可能是副词，那你加个呢？啊，两个汉字可能是名词，加个呢就变成副词哈、哦。名词加呢加动词嘛，所以。为什么能够加动词？因为副词加动词嘛，所以 more 十分呢是我已经很充分的やった哦，我看一下，好，然后这个やる是做啊、哦，你这边是刚刚过去やった，所以 more 十分呢やった什么意思？所以我网球已经很充分的做，我的网球已经玩得很充分的啦，哦，所以我这辈子已经很充分的哦。哦，来玩的这个网球啦齁、哦、就是我已经很充分的奋斗过了，我已经很充分的打过这个网球了齁、哦、OK 齁、哦、to omotei masu 我认为齁、哦、我已经我做得很够了啦，我玩这个网球已经玩得很够了齁、哦、已经玩得很充分的，已经打得很足够了 to kakimashita 齁 to 是因为 kakimashita 是这样写的，所以他写的说齁、哦、我的该拿的奖都拿了，然后我年纪也大了，我什么大会都拿优胜了，我以后也没什么可以打了。那我体力变少了，我感觉到我体力变少了。那我 more 十分呢要打，我已经哦，这个已经很充分的玩了，网球已经很充分的，哎，亚鲁做这个网球的这个事情。好、哦，好，下去。国枝選手は長い間哈、哦，好，長い是很长的，那間是时间哈、哦，很长的期间，很长的时间。世界で。哦、在这个世界上 Kazuyaku Stemasta、哦、好，这个 Kazuyaku 就是表现得很抢眼，表现得很亮眼，叫做 Kazuyaku、哦、Kazuyaku 譬如说打篮球、哦、譬如说、哎、我们看那个世界杯足球比赛、哦、譬如说我们只会看到那几个球星嘛，看那什么梅西、哦、还有什么、哦、那个什么、哎、所以说那个什么欧佩姆还是姆巴佩、哦、就是看到那几个球星嘛，然后他们 踢整场嘛，那卡兹亚库就是说那个哎比赛那个球星他表演的就是他很厉害，大家都在看他，那个叫卡兹亚库。那我们中文翻表现得很抢眼，表现得很亮眼。喔、哦、所以这个日本的这个国之的这个网球轮椅选手齁、哦、他很长时间在世界上都非常的活跃齁、哦、非常活跃，就是表现非常的抢眼。有之呢 ,Oki 呢台开呢齁、哦、他四个网球大赛的。好，新古鲁斯。啊、哦、，singles 就是英文的那个啦 ，single 啦，单啦、啊。哦，我看一下哈、哦、，singles 就是英文的这个哦，单打哦，单人还是单打哈、哦。那也有叫 singles， 也有叫 single 哈、哦。那你这个 single 还是那个单人房？你去那个就是从英文来的啦。哦，英文的 single 嘛哈、哦。所以 singles 哈、哦、，single 就是单打哈、哦。如果是在体育比赛的话就是单打齁、哦、我们看过来。好、哦、所以在齁、哦、这个什么这个 day 是在这个四个网球大赛的这个单打。一击棒
哦，一级棒 OI 哦，一级棒是最哦，一级棒是第一，那也可以当副词最，那 OI 是很多，所以最多的，你就哈基凯优秀是的嘛是哈，还有拿到28次的优胜，哎，哦，他在四大赛有保持记录，他是有最多的28次优胜，都给他玩就好了，好、哦、下去。帕拉林匹克诺辛古鲁斯哦，辛古鲁斯德瓦哈，在这个残障奥运的单打哦，网球单打。你胜哈今年托，你胜九零年，你胜你九一年诺，还有什么？2008年的奥运哦，残障奥运的单打哦，2008年、2001年、2021年诺，Tokyo 大会 day， 还有在这个2021年的东京大会。啊，这个东京大会是指东京奥运啊，哦，东京的那个残障奥运，哦，他在2018年的奥运，哦，不知道2018年是什么奥运，不知道2012年的奥运，还有在2018年的东京奥运优秀しで他都拿到优胜，他都拿到冠军，哦，那冠军是 King Medal， 哦， King Medal 就是那个 King Medal 就是金牌，哦，金牌叫 King Medal， 哦，哦，那我们的银牌咧，赢的话叫金哦，好，金メダル，金メダル就是银牌哦，写一下。那个是什么？銅メダル哦，銅メダル，这个铜念銅，所以铜牌哈、哦。OK， 哦，好，那这边三つを取っています哦，三つ是三个，取る是拿哦，所以他有拿了三个奥运金牌哦。拿了三个奥运金牌，然后这个四那个网球四大赛哈、哦，四大公开赛，他拿优胜，单打优胜拿28次，哇、哦，这太恐怖了，哎，哦 ，OK， 好、哦，这个是不过哈、哦，后来就是我去查这个网络的话，我发现一个很残忍的事实哦，啊、哦，这个年坡就是年俸就是年薪哦，写下年薪。哎、欸，可以讲这个年给哦，年 Q 哦，也可以。那个我们说这个 Q 流是薪水嘛？哎、欸，哦，所以 Q 流是薪水啊，所以年给就是年薪，也可以讲年坡哦。那个运动员的哈、哦，尤其是那种职业运动员的，他们的年薪比较喜欢讲年俸哦。哎、欸，尤其是那个日本职棒。那我看到，哎、欸，我看到他这个，哎、欸，他拿那么多那么大的记录哦，没有，如果在台湾的话就赚翻了嘛，台湾那个什么政府什么体育委员会什么就发一大堆钱嘛。可是我看到年薪其实比一般的好手好脚的那个网球选手哦，其实薪水少非常非常非常多，哎、欸，因为他只能拿他去比赛，他只能好像只能拿国家奖金，然后他的那个广告费那些代言费好像很少。可是一般的日本的那种正规的，就是有好，就是身体比较健康那种那个网球选手，他们那个奖金是，哇，他年薪是一年好几亿的，好几亿日币的，没有办法比，因为他们比较能够拿到比较多的那个广告代言还是什么的那种，哎、欸，哦，所以就是，哎、欸，不过这个选手真的很厉害了，他。